秀欢笑调剂生活，让你瞬间爆笑的那一刻。沈玉琳荒谬故事合集。你会用客语唱 Let It Go 吗？我女儿都会客语，客语的 Let It Go， 本来是 Let It Go，Let It Go 都是。中文嘛，英的英文，英文，客语就是谁蒙你暗指谁，谁蒙你暗指谁。这首歌跟你有什么关系？下次要帮我推广这首歌，好不好？没有要推广哎，有台语版的啦。好，导游哥，导游哥，假巴掌爱问导游哥，假巴掌明明就是要甜辣酱。导游哥也可以，导游哥也可以的。如果你陪爪，对不对？好，那陪爪现在三陪爪啦，都要去看皮肤科嘛。对对对，吃一些那种那个抗发炎的，或者增加免疫力的。哎，我们嘉义哪有人在吃那种？真的，你去找一个公庙，对不对？然后吃鸡肉饭，是他方块叔，他帮你办盛大的斩皮蛇法会。因为呢，为什么会点陪爪？那是因果病，你前辈子得罪的蛇精。所以今生蛇来找你，不好意思，你在讲这一段的过程当中，你刚刚还在批评人家喝那个灵异故事，他那个退胎火我不认同，对，这个更危险，退胎火不认同，看蛇精了没有？后面那个全部拉掉，就让他去，拿去那个狗头砸，好，三二一，啊，你去死啦，砰，切下去。阿包青天就出来，王朝马上就喂。哎，你们两个，你们俩可不可以去瞧一下？庙主持说，大人恕我懒觉伸冤。什么？懒觉伸冤？懒觉伸冤？你看中部的人有多疯了？没有啦，结论就是说，那个狗头砸一砸下去之后，对不对？阿公本来哦，因为长鼻子很辛苦，很痛哎，坐在轮椅上郁郁寡欢，那个砰一切下去，阿公。起来敲台中掐架，干啥啊？太扯了你，太扯哎！喝苦水是真的有用的，真的是什么？我们小时候，我们家三兄姐啦，同一时间都被吓到啊，被你吓到的，有多吓？有多吓？到底是什么事？应该是被他吓到。晚上九点哈，那个窗户外面呢？感觉一个头掉下来，哇！三个人抱在一起哦，嚎啕大哭。那事后才发现，原来那是拖把了。那个真的很像。那拖把掉下来，真的像人头掉下来。好，那总之我们就吓到了嘛。然后我们邻居有一个哈，那个类似筛工那一种，那个因为我们有三个人要喝符水，那一般符那么小，三个人不够喝嘛。对。他是哈画了一张好大的符，跟春联一样大，跟春联一样大。好，那那么大怎么煮？我妈妈就拿那个火锅，有没有？把那个春联卷一卷，丢在火锅里面。嗯。好，然后把它烧开了以后，然后三个人这样子喝，喝完以后，哎，奇怪。心胸开朗，阳光灿烂，瞬间好了。我到现在我讲鬼故事不太会怕。嗯，啊，就喝了那个符水以后呢，我对这一切都看淡看开，你就变成鬼见愁了。而且夫妻跟情侣这样做会增进感情吗？对啊，真的。你要挑战吗？我也想要，玉琳哥。哎，而且你看志军今天有露沟哦。哇。膝盖先吸往肚子，先吸往肚子，然后互相往旁边，对，打直双脚。他们俩还闪车哎，志军，玉琳哥，你不要故意踢他哦。你是不是偷踹他？被发现。起来，志军。有在动。玉琳哥，你的脚不要往他脸上打哦。然后给他一个 hand ten。名牌，吸气啊！气往上升。哦 ，OK。不得不说，你们两个做的都比高兴好。对，真的。这很明的感觉。我觉得，对呀。志军，我觉得，让我们这个，你不要这么爽啊！志军，我跟你讲，你给慧珍一个机会，好不好？让慧珍做看看。啊，是真的不错，真的不错。对对对，你继续，你继续。是我吗？对对对，不是。对对对，还嫌呢？我当然会嫌，我也是有挑的。不要以为你变漂亮了就哦。他现在撩我，好会讲哦，赶快，他撩你，赶快坐上去。我最近要找一块地，你知道吗？不是出来，坐这里。你不是说坐上？
上去，这里。我最近要找一块地，对你死心塌地。你不要再上网找些有的没的，找墓地就好了。最幸福的刀，最长的刀是屠龙刀，屠龙嘛。最幸福的刀，来困温刀。谢谢，你这样撩我好吗？我跟你讲，这样好了，你边做运动边撩，好不好？是，边撩啊。最热的岛是泡泡岛，但是最幸福的岛是把你推倒。烟消都可以吧，烟消。你也在不要。哎，不是，有时候那撩撩很开心，被他撩怎么有点生气？怎么有点不开心？被侵犯的感觉。接下来呢，有这对甜蜜的夫妻档要来示范。我们前世有什么纠葛？你们要示范夫妻甜蜜的伸展操啦。这个叫做两人背靠又翘脚，北风。好了。东风，好，我们要来帮忙指导一下。这时候呢，你们的两只手交叉互扣，互扣，互扣，一定要这样啊。对，交叉互扣在背面，对。然后呢，吸气，背往上延伸，吐气。玉林哥先往前倒，我弄他就对了。对，你弄他什么？他这时候他可以伸展他的腰。你今天不要把你的体重压在我身上。背啦，哎，玉林哥，扛瓦斯哦，玉林哥，你要表现良好，你要才能跟娃娃示范哦。OK， 然后吸气再慢慢的回来 ，OK， 然后吐气，玉林哥加油，那个换你往下倒，玉林哥加油。哈哈哈哈哈！好笑，谁走了？伟哥刚刚那个画面都是有点不雅。对，伟哥，练来空，你是拉片的，拉片的，练体啊！我这个很多节俭，我这件内裤穿15年了，太久了。一条毛巾用10年。OK 啦，那表现良好吧？好棒，好棒，可以，可以，这样就表现良好。可以，可以，非常好。恭喜来，恭喜来，快点！那个娃娃来，娃娃来，高兴来，我们分成两组，各弄各的。对啊，对啊，先玉林哥跟娃娃好了啦，然后满足一下欲望。跟娃娃弄比较专业，不要用弄这个字，做啦，还不是一样。玉林哥，你表情跟刚不一样哎。表情很幸福啊！然后你往前，我往前哦，哎，你看，你看，你看，哇，好棒啊！哇，柔软度，你的柔软度怎么变好了？吸气，然后慢慢你压我往，哎，这好啊！哇，再做一个动作，右脚慢慢的往后哦，右脚啊，右啊，怎么样？啊，我吃的，哎呦，爬什么啦？慢慢的解开，解开，怎么那么快就解开？然后呢，手往上，我们互看对方。太瘦了，找不到大腿，要我来啊！从侧边起来，我们好像来到养老院一样。没有，玉林哥好像在做复健科。啊，对啊，互相鞠躬吗？谢谢。不用，真的很像在养老院帮老人家伸展哦。猫对那档次比较没兴趣，是真的。那狗就特别有兴趣。不是，可是你不是很诡异吗？你怎么做到一半，然后猫就这样子？因为像我们家的狗，从6个月就来我们家，然后都睡床，所以那个床呢，它已经非常习惯。好，然后你说如果有什么那个亲密行为的时候呢，那狗你会说你怎么不敢到客厅去？没办法，那你就不要做了。也才去5分钟而已，没有那么快吧？有这么久吗？5分半。吵架完架，因为那个狗呢，它会在外面抓那个门，啊，对，你怎么会搞到很肮脏啊？后来想说，反正狗也不懂人情世故嘛，哦，让它看就让它看，也不会怎样。那只是有时候比较尴尬，是正当那个的时候呢，它会围着哈你团团转，汪汪汪汪。
还是在抱抱喜羊羊娃娃，会爬到你身上哎，也太搞笑了，在床上就这样子叫 live show， 那久了你也就习惯了，嗯，所以人潜意识里面有被亏狂，只有你。我们没有，我当然，我跟你讲，我是很懂得给人家正面能量的人。我们来听听看。所以呢，他喂完奶哈，大概喂差不多两个月以后吧，那个确实啊，那个下垂的状况很严重，嗯，然后那个完全就是又干又扁的一个状态。哦。因为我们如果说不错啊，那这样他就觉得你在敷衍他嘛。对啊。但是有可能是我夸张过头，好棒啊！就喜欢这样。那我就很委屈啊，那我该怎么办？我冷冷的讲，你就觉得我在敷衍你，那我很热情，很热情的夸赞你，你又觉得太夸赞了。玉玲哥，我想问一下，你家小孩是需要很安静睡觉吗？嗯，一般小孩都这样的，一点点声音他就会醒过来啊。有时候连那个电灯开关有没有？啪啪啪啪，那个，哇，这么敏感，对，那个遗传到我老婆，我老婆是一点声音都不行的人。啊，我都习惯那个边睡边看电视啊。自从跟我老婆在一起以后呢，这个习惯也就改掉了。一点点声音他就没办法。哦。但你真实的问题应该要问我那个吧，就是如果孩子，对啊，因为如果孩子需要很安静睡觉才行的话，那该怎么办？那夫妻之间怎么那个，对不对？对啊。还好，我因为我一般哈，我是很能够把持自己，不让自己出声音的那一种。重点不是你没有出声音吧？去隔壁房间就可以了嘛。其实真的没有想要听这么细节。有小孩以后呢，那方面的事情呢，真的就要挑时机做了哈。通常只要小孩一在，就没办法了啊。所以呢，大概前前后后，至少在念幼稚园之前。好，在念幼稚园之前，其实就很难啊，都要等那种，好像每次都在干嘛一样哈，就是很紧急啦啊，那品质也不会好。速决，你紧急确定是被迫还是？被迫。我平常抽两烟在压的，我会不行吗？少在那边。你会从外面抱住你老婆？我老婆在煮菜啊。你为什么要做一些惹恼她？玉玲哥，你不要再讲一些会令人鼻酸的事哦。然后我就从后面抱住她，然后我顺便那个拿那个眼罩把她眼睛捂起来。然后他干嘛？然后他手就伸进油锅里面，因为他没看到。你根本就想整他吧？张明哥，你还会环抱呀？开玩笑，我是刚刚来录影才分开的，好不好？突然都黏在一起这样，你好像有点开心哎。我随时都黏在一起。张明哥还是我的启蒙导师。哇！那时候小孩刚出生，我就有一次苦丧的脸说：“昌明怎么办？”那个好像夫妻之间的亲密行为就比较难执行了，因为我们都睡同一个房间。他说：“哈，这个问题简单。”他说他那个那么多年来都用这个方式，还是他教我的。什么方式？他说小孩睡最内侧，妈妈睡小孩旁后面，然后老公睡老婆后面，趁小孩睡着的时候呢，然后就讲一些难过了，他就说从后面抱他，对，就后面抱他，就维持一个亲密的互动，对啦 ，OK， 这还是他教我的，对啦。可是我跟你讲，女人就是这样嘛，老婆你不抱她，她就先说，哎，你怎么那么冷淡？你抱她抱多，她嫌你烦。可是证明没有用，我第一次就失败呀，我就抱着我老婆，然后正有那个念头的时候呢，哎，小孩奇怪哦，平常睡得很香甜哦，一定当你起那个歹念的时候，小孩就哇，对，马上哭，小孩有感受到你的歹念。然后过了30分钟，我想都来了来了，因为小孩睡得很熟了嘛，一抱。哇！老婆哭了。对，妈妈代表丫丫。你们家是你是精打细算型？我觉得哈，应该写错了。所以脑波弱的该不会是旁边你这位丈夫吧？没有，这个脑波弱不弱看手机就知道，我的手机没有任何购物的网站或任何购物的 app， 哎，就是我完全没有物质生活可言，我就是灵修的时候还比较多。限时购，买多更便宜，买3件买5件免运费，你一定就会买了。比如说它一个本来是1000块。第二个899，第三个699，你会不会买？一定会买。我图那个蝇头小利了。那哪里蝇头？哎，爱心雅雅在旁，荒谬大师落难记即将上演。我图那个蝇头小利了。那哪里蝇？
零头，哎，快，已经要四折五折了，你怎么可能不买？又免运费，嗯，双重优惠。我觉得有时候很常会卡在免运费，免运费，对，有时候70，虽然运费可能才70还是几块，就是嗯，好像可以再买一样，因为你觉得买那一样好像应该也是自己用得到的，你就会再加购，哦，一直买，或是会多送赠品，多送赠品就会想要，对 ，OK。那你上次是买了什么？我上次买了一个三管的电棒卷，因为我女儿头发很长，她有公主梦，嗯，没有公主病，她不是有公主梦，她就是公主梦，她就想要每天头发，然后就是公主，好严重，还不是公主也在发梦，她没有梦，她是公主，她就是有梦，而且有时候有公主病，好像就是一只好像2000多块，然后第二只又便宜多少钱，第三只又便宜多少钱，结果我就是真的买了三只，买了。送朋友啊，对不对？又便宜又可以送朋友。所以你这样买了三只，等于一只多少钱？一只，本来可能2000-2800左右，但买了平均下来就变成快2000块而已，很划算吧？但就是变成家里面有三只啊？没有，我拿去送朋友。我知道你那时候，你那时候是为了想要把它消化掉，他是拜托人家拿回去，你那比较好。人家说我不用，你拿去。我本来要卖他的，我本来可以，哎，本来可能2000，我可以卖他2500，但后来算了，也不赚朋友这个钱，我就送他了。而且因为你就花很多钱买，就变成一定要去用它。对。所以我女儿现在每天都是爆炸头啊。就把他搞成那个谁啊，莫安娜。哎，他很喜欢。所以我们要知道玉林哥最近你的手机都跳出什么样的，我真的还 OK 啦，就正如我刚刚所说的，因为我几乎也没有在逛这些网站，那聊天的话题应该都是跟保健食品比较相关，所以就鹿茸啊，叶黄素啊，身体对啊，保健食品还好，你不是情趣用品就好了，情趣用品还不是用在你身上。好啦，就是一个自己用的东西。从头到尾也没有买一样自己用得到的，男生就不需要那些嘛。好了。通常这个时候前面要放一个这个啦，好不好？给钱啦，给钱啦，不要偷板啦，铜板价，你当我听不到前奏啦？来，弯某，来，你的名字发音刚好是名人，管他实名人、宋名人、幽名人、假名人、欧阳名人、三国名人、薛国名人，还是名人，名伦，你就有资格来帮 Costone 拍一支吃着冰淇淋的广告，成为大名人，从外太空找到新天空，从外太空找到新天空，管他实名人、幽名人，只要发音是名人，你就是我威廉神要找的人。最近的医院在哪里？急诊啊！玉林哥，你嘴唇发紫哎！他气还没换过来，他咬气了。两个人抠门又怕老婆合计。以前在家里多夸张，我是听他们亲戚讲的。怎么样？就是说他们家里面哈，不知道爷爷还是奶奶家不知道，然后就是会自己会有一个椅子，嗯，然后那个椅子谁都不能动哦，那个就是要他要坐在那里看电视用的，嗯，好，那然后上面还要摆一些他喜欢吃的零食，不能就是不能移动，不能移动，因为他来看位置不对，他会不开心。那有人可以就借坐一下？没有，你什么命格？你来坐，你什么命格？就是。
皇上的龙椅啊。有时候大哥的位置，我们坐上去头会昏，导演也会。对，然后还要摆他最喜欢的零食，搞得好像在拜土地公一样，要一些贡品。人还没到，东西要先要都弄好。那平常他不在家吃饭，要留一副碗筷给他，留一副碗筷，还有三炷香。好，没有。你看我嫁给你以后有多委屈。那有一次我们就是有一个朋友，就是家里面新居落成嘛，对不对啊？那我们就全家去入里出趴嘛。啊，刚好管理员他买的就是那种楼中楼，就是这个家里面有楼梯的那种房型。哎呦喂，那我小孩就没有看过有这种房型嘛，对不对？一般只有百货公司才有嘛。对。那所以他就在里面很开心，跑上跑下，跑上跑下。那你也知道那种楼中楼那个楼梯不会说像一般那种大楼的楼梯有扶手很安全什么。那我们也跟着他跑上跑下，跑上跑下。那因为里出趴人家都会板豆嘛，对不对？啊，吃吃跑跑跑跑 跑吐了。吐在哪？天哪！啊，人家新居落成，你知道吗？吐在人家的地毯上，哇，天哪！啊，我们就想说啊，那我们是不是要赶快帮忙处理啊什么啊？那主人家当然说啊，不用不用，没关系，没事没事没事，啊没事啊，当然都是咬牙切齿在讲嘛。那我们一看苗头也不对，也该走了，那我们就回去了嘛，对不对？啊，那我就很生气啊，我就说啊，叫你不要跑，你就那么一直跑，那我们就赶快叫个计程车就回去了嘛。哎，吐完了以后，他精力更旺盛了，在那个计程车上面呢。也不安分啊，他一下就踢人家那个哦，那人家那个司机大哥一开始本来说啊小心小心啊坐好坐好，一开始哎不要一直踢，就是人家开始有点那个嘛，对对对，那赶快说啊不可以这样，不然小宝不可以这样，就可以这样啊，然后又不安分，然后那个后座上面不是有个灯吗？对，一跑起来啊按那个灯一下开一下关一下开。我就说，哎，拜托坐好，不要这样，很危险。语气是这样吗？语气有开始有一点，有一点不耐烦。有吗？你应该是说，就像，这样有危险吗？没有，开始有点不耐烦了，就像我看到你们两个一样，就是开始有点不耐烦。刚刚是说我们两个，然后我看到你才不耐烦，真的不要这样。然后你知道台湾大插队那个后面那个不是有个小电视？对，哦，要开始在那边哇，一直按一下，大声一下，小声一下，在那边就那边。哦，我真的受够了。然后到家以后，我就赶快叫他罚站。嗯，然后他突然看到我这么那个，他本来还有点耍。你叫他罚站的语气是怎样？我就说，哎，你真的很不听话，你给我罚站。不是，我是说好，你就给我罚站。在干什么东西？他真的会这样凶他吗？有吗？有吗？啊！然后那一天，他跟那个保姆阿姨看苗头不对，他想说啊，干嘛了？都搞了那么晚了，来洗洗澡睡了嘛。刚刚吐了，要不要再补一点什么？哎呀，你这不要在那边。我说哎，你们平常在那边哇，讲的跟真的一样哦，叫我做黑脸，养子不教父之过，上梁不正下梁歪啊！我真的现在要来讲了，你们又在那边维系打圆场。没有，他这个就是突然这样子，你平常。就要让他有威严，你突然就是平常对他过好，然后突然之间凶的时候，小孩子不会想他自己错，他会想说爸爸怎么了？对，爸爸发生什么事？怎么了？就是不耐烦，就像看到你们不耐烦。你今天录影一整天情绪都不好，没有，你下次就身教，你就是这样子在楼梯这样跑来跑去，然后你跑到吐，然后我吐，然后上计程车你再踢，然后我踢椅子，然后到底弄这些神经病给谁看？你有做婚顾嘛？就可能会找我来办求婚啊什么的，那我自己是做。做这个的，然后我就想说，好啊，算了算了，我就因为我自己不能够跳出来帮自己办求婚嘛，对，我就干脆差遣我的同事，我说好，现在看你们把小梁哥也当成一个客户，然后你们就去帮他，因为我觉得他自己没有办法完成，对，好，那我就想说就让他们去弄，那应该会有一个很棒的这个求婚，因为我给你的所有的 source 都给你了，但你不都不知道他，对，我就说你们不要跟我讲，然后你们就去帮他，这样等于免费给你一组婚顾来用，让你求婚，对不对？对。很好，可是我忘了一件事，就是求婚这件事呢，还是客户最大，所以再怎么样厉害的婚顾，还是要听客户的。是，对，所以呢，我真的没有想到呢，他就趁着我们去上节目，或许就是有酬劳的时刻，也不用花任何的造景啊什么的，他就在节目上跟我求婚了。所以他是以这个求婚去骗得了一个通告。哎，什么骗？人家主动要求我把这个求婚的过程放在那个节目里面。是主动？主动吗？是主动？主动啊！但你还没有要求呢。没有，因为那个时候我是他真的是有请他的同事来跟我明示暗示，就说哎，小杨哥怎么样？是要海边吗？还是要山上？对啊，女生想的都这些啊。对啊。那可是因为我是一个请朋友来啊，海边山上总有一天你要选一个嘛。对呀，对呀。就是说陪伴我一生的最后一天，好了，求婚。
不是冬眠。所以说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因为我是制作人嘛，对不对？我们是才华洋溢的，什么山上海边这种都老梗了，我们是老梗，对。卧轨卧轨，然后有一天，那个伟东哥就说：“哎，你听说你要求婚，那个要结婚，那你有求婚吗？”我说：“没有。”他说：“啊，你完了，你死定了。”我想，女人最在乎的就是有没有跟他求婚，真的，对，有没有办那一场婚礼，真的，对，然后有没有度蜜月，这个是他们会念一生一世的事。真的，我真的觉得办婚礼还好，求婚。然后我就在想说：“哎，那我到底要做是怎么样的一个求婚？”对，那刚好那时候有一个就是也是我生命中的贵人。德惠姐，然后她就说这个也是知名制作人嘛，然后她就跟我讲说，哎，你求婚了吗？我说还没有。哎，她说，哎，那不然你要不要到我们节目来求婚？她太清楚你的个性哦哦哦，因为她从小看我长大，她知道我的个性。嗯，你十岁开始走路啊？嗯，然后后来就是到那边，我就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哎，我跟你讲，你试问在场的谁求婚？还会请到主持人曾国城，哎，对，那是，哎，不要说你那，不要洗脑，不要说在场还有来宾吗？有啊，都有来宾啊。谁见证了你求婚？那个曾国城啊，还有那个六台机器嘛，哦，那边而且都全部都是 HD 画质。不是，我们想要的不是那样。金钟奖的导播全部都在这边 stand by， 直接影片直接抓下来。而且我说真的啦，你们去求婚，顶多拿个小 DV， 拿个小手机在那边拍一拍，啊，自己就很开心嘛，对不对？还剪成影片，那画质烂透了。我们这个都是 HD， 没有。我跟你讲，我最气的就是。是没有，而且你要圆带还是要母带还是要什么？你不要这样子，就是要先声夺人。因为我最气的，我就是觉得他没有至少请一个就是这种专业的婚礼的。然后那个时候没有戒指嘛，对不对？制作人还拿他的婚戒来先给我用，啊，不是，那束花也都是制作单位买的，他们全部都想好了。所以大家是赶鸭子硬上架让你去求婚？没有没有，他们希望在节目中呈现。那你为什么知道？求婚，然后也没有戒指哎。哦，这个戒指，因为还没有买。不，因为戒指戒围不一样，到时候买错你要重做。不是，是因为太好了，是因为节目就要 on 了，还来不及去买。他就是什么都是，我跟你讲，我最气的就是这么好的配备，你问大婚大大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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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婚的时候有这么好的配备吗？不是，大辉，我跟你讲，没有没有。我最气的就是因为女生就要一个回忆嘛，我们婚礼上要播那个就是老公马上拷贝，看你要母带还是剪辑。我要肉身。我要的就不是这种，我们要的是那种微电影式的嘛。早上拍摄哇，新郎真的很耐，很就是很细心的准备，对，然后好紧张，对对对，然后访问，对，然后这个就是婚礼上要播的，对不对？那种是那种氛围，然后微电影式把我们拍的美美的，有没有？现在就是婚礼上播什么？对，它就是一个这种播什么 HD 画质，看你要播多长。大家在那边看整集的一代女王啊，也可以啊，也可以啊。是不是生气？真的会生气。对，这个叫不正经吗？这不是不正经，对不对？可是就是让你很生气啊。我都差不多啊。怎么了？他也是拍 MV， 然后在那边求婚。哎，那个是我想了很久的东西。我跟你讲，我要你烂梗，你也想得出来？你哪里很烂？你好意思讲一下？人家至少 MV 是唯美的。我们哪里不美？金钟团队哪里不冷不唯美？赵正平一秒暴露，消音合体。我你的，食色性也，男人好色全都露哦。没有看到赵哥来了。是是是我跟你说啦，真的是吼，男生色吼这个事情哦，也是沉传了几千年的啦，嗯，对吧？是，也不能这样讲。其实有一半是女生也要负责任的。怎样说？我跟你讲，其实男生会色，如果人家俗话不是说的好吗？男人为何好色呢？广告回来，赵正平带来精辟解说。我跟你讲，其实男生会色，如果人家俗话不是说的好吗？一个铜板是敲不响，两个铜板是响叮当哦，对不对？如果说没有女生在那边响，男生为什么会色？响嘞！而且不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吗？一个巴掌拍不响，对，两个巴掌响叮当，差不多意思。一样的说法，差不多。通常女人都不理智，男人。
们讲实话以后，你们就会翻脸，所以每次都是一个吵架的那个起点，对，你就根本就不敢说。我觉得可能讲话的那个方式啊，比如说他可能会说：“你看那个腿辣，那个长不长？”我说：“超长，超辣。”这谁不会生气？但是如果你可以在后面再剖一个另外小姐，另外你不要问这个腿怎么样，我为什么会回答超长超辣？就是你问的问题啊。你如果今天不要问。问这个人的身体的状况，我们今天就不会吵架。你又来问，又来生气。谁问他身体？怪我。谁问他身体就你不好啊？你们是不是不舒服啊？可以吗？身体就是干什么？所以你们女人就是不是又爱问又爱生气，又怪男人不好。不是，那你们我有事吗？你们回答就有问题呀。哦，那我应该不要回答说他腿超短的，我要这样。没有，你可以老实说，比如说这女的的腿真的很辣很长，但是宝贝，我就是喜欢你啊，我觉得你怎么样我都爱你啊。这种话我不是没讲过，讲过要我老婆说你屁啦，你在骗我啊，你故意在那边讲好听话，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哦，对每个女生都讲同样的话。哎，我觉得听起来是你们两个人信用问题啊。我遇到喜欢我的女粉丝主动跟我拍照的时候，也是摸我的腰。时间到，谢谢。我遇到你是他就要这样的，我也觉得很奇怪，我也不要，我也就尽量不要。可是没办法，就拍，我没有乱讲，我对天发誓。我很多照片可以拿给你。对天发誓，现在外面在打雷哦，下大雨打雷哦。发誓的事情可以晚点讲。我讲真的啦，真的啦，知道了，知道了。生气。那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穿的这么正式来这边，可能等一下还有一些场合要去。要去。对，欢迎很严肃的赵哥。大家好。赵哥，你今天穿这么黑干嘛？对，我有个业配啦，哈，是那个殡葬业的业配，是。大家还你怀疑啊？你说出来，不能说出来。刚刚死都不承认，这不是啦，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访谈。哦，你看，你看，你看，是不是昨天没睡好？宿醉没办法，火气大，昨天宿醉了，所以今天状况就会比较开牙给，开牙给，嗯，就是那个真的真的没睡好会这样，可是因为他可能睡不好，所以要需要酒精，是不是？应该这样讲，我哈其实长期不是失眠，我是浅眠，是长期，我看签名了，长期酗酒。喝没你大，你也不要再装了，好吗？我今天不想喝，我不管怎么喝也不会喝比你大啊。我觉得他今天会喝过，我觉得他今天会牙起来。我今年啊也接了一部戏，要去新竹出外景，我的车子啊开车，我居然没有办法过到泰山收费站，我就要睡了。我已经开不了那么远了，你知道吗？一上车。我就是被哈伊啊，真的想要睡觉，所以怎么办？那通告又不然不接，你知道吧？坐高铁又很麻烦，要非要开车不可，就买那种 double 浓的那种提神饮料来喝，然后冷气开到16度，最冷，很好睡，16度很好睡的话，我会死啊！我一定要等到自己受不了，这样子要一车开到新竹啊！你说瞎不瞎？这是不是跟年纪有关系？我也不知道，不要那么老实。而且因为你对了，你也年轻了，对不对？你几岁？六牙你几岁？你讲。对不起。而且我们让一下老人家。他现在都带着那个有没有有 APP 的那个手机，一尖叫着，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这个是什么超瞎？我在查查。其实小哈哥有一次也这样子，是睡觉睡到一半就啊，然后跟我说好馋，睡到点餐哎，点餐真的，很恐怖。真的，这个人是始终如一哎哦。对，然后我就叫他起来，他就说我刚做梦，梦到我在麦当劳，大叫好馋哎。哎，没有，我是完全没有梦，就莫名的这样尖叫，我不知道是什么了。好奇怪，还好还好，你只是还是你只是啊而已。有些人他睡一睡睡一睡，他就会想啊，你认吧，我来啤酒。一点好哎，他说你双眼皮是什么意思啊？哇塞，这个就叫做言语霸凌。对啊，然后赵哥，可是那是事实。他一直说赵哥是什么纠集，好，他什么纠集？好，他呱呱呱的什么事啊？等一下，好，你刚刚我先针对你刚刚讲那个双眼皮的事哈。对，双眼皮刚刚你讲说没错，那是事实。对，那没关系。如果说双眼皮割得很好看，那事实嘛，我也不会讲。但是他如果说割什么双眼皮，去老不修。那就霸凌了，那就是网络霸凌。你现在是酸民吗？不是，我就我的意思是说，我的意思说，哥的，你要让我，我的意思说，哥的好不好看，关你什么事？是。然后这个事情已经也搁那么久了，对，搁了800年，还在拿出来讲，没有800年，才4年。因为我们两个人今天吵起来啊。
今天我们可以这样坐在这边排看到两个，割了才八年。但你们两个是真的会去看，然后会去回的。对，我会，我直接封锁。对，没什么好讲。然后每次讲言论自由，我说言论自由可以。但是你现在不是在言论自由，你在攻击我。对，我说当你攻击我的时候，请你把照片丢出来，嗯，好不好？你不要说我肿了，我变形了，我怎么样？我说你把照片丢出来，看他长什么样。对，我看看你，你不要放一只狗，放一只猫，你是动物啊，对不对？动物，不是你凭什么批评我？是，我今年63岁了，我还要你批评我？你回去想你爸，想你妈。对，你需要那么激动啊？慢一九八一年，1981年，我唱歌你都还没生呢。这最近啊，我跟我老婆啊，出去旅游，没有去爬山，我们在那个五指山那边，啊，就想说看到这个当地那个登山口有个青蛙很可爱，就想说跟他拍一张嘛，然后这样也会被人家再讲一次。小子，你笑着笑得很开心。青蛙跟赵哥的脸相似度99.9。喂。对啊，哪一个是赵哥啊？喂，很明显啊！我讲你这种话就叫霸，不是言论自由。没啦，赵哥也因为这个青蛙登上人生事业最高峰啊！这样，其实我并不需要是这样，我不需要，我不需要。他之前拍了一部漫威电影《青蛙侠》，你没看过？哦，有，对对对对对，真的吗？可是那还拍的还不错，那还拍得不错。然后，赵哥反骨，赵哥他也困扰，出去没他说，哎，你叫两声呱呱，我们听一下。对，是啊，那白死了，赵哥那也可以。对吧？我已经他妈两巴掌过去给他了。他说：“你可以刮刮两声，我听一下。”赵哥，那也可以刮一下啊。刮不起来，不要，不要。我看网友的回复都是刮刮刮刮刮刮，不然就是说什么赵哥脾气不好才会红。赵哥，你对这有什么看法吗？综艺节目刚兴起，谈话性节目刚兴起的时候，其实大家每一个人人设都不一样。对啊。那你如何在这当中异军突起？我又是本身做幕后的，我说实在，我根本就没有想要踏幕前。对对对。所以我是把幕后原来那一套制作人。哪个制作人不骂？哪个导播不骂？真的都是那个样子。所以他就是我怎么知道那个时候用那个样子一出来就中？对，要不然我也可以装的跟谁一样啊？因为当时演艺圈真的少一个，谁会敢在上面这样骂？没有对对对，形象这样骂脏话。来一个艺人割了双眼皮，这么多回响。就你啊！我们今天就看。我问一下，我问一件事：你帽子没事戴个红花是什么意思？来了来了来了！你为什么没事？我们先避让，我们先避让。来了来了来了！我就喜欢标新立异。标新个屁！因为我水瓶座的，跟这个有什么关系？不一样。水瓶座，我看曾国城他也不会这样子。不是，因为曾国城不一样，曾国城是历练，他是脸像拉面，你看。来了来了。对不对？跟双眼皮有什么关系吗？你吃都是干嘛？赵哥，赵哥，赵哥骂出来，骂出来。其实哈，我还是要奉劝一下那个网友啦哈，呱呱呱，因为现在是网络发达的这个时，赵大哥那个故意，网络发达现在比较兴盛啊。说实在，你喜欢的艺人当然那 OK 啊，对不对？他也会喜欢你。对。那么如果说你不呱，提示骂哦，骂多少赔多少钱？对对对，我们现在在计算钱了。如果你不喜欢的艺人，说实在，你也不用来看，因为看又骂干嘛？对，其实基本上我们就是封锁你，把你删除。对，这是最快的方式，不需要大家彼此为这个事情让心情不好。其实说实在，日子每天都在过，明天跟意外哪个先来都不知道，好不好？也祝福你们，好，有多远走多远。好，谢谢。你怎么最后带情绪了？前面还蛮前面讲的很好呢。对啊，我是人，好吗？我们都是。当然有情绪啊！小东与奇妈的爆笑联谊大会 ，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欢迎演艺圈拎不平的黄金诞生汉出场。抢劫吗 ？It's me！ 哇，就太妙了！哇，哎呀，奇妈！哇！你把我的心偷走了，再送你一个金沙巧克力。巧克力会有花吗？会有花吗？会有花吗？哦，我要送你一朵花，手没任何东西，对不对？对对对，叶子花。哇，奇妈真的很开心，真的很开心。哎，奇妈，你是什么？我觉得你的血型应该是方形的。为什么？否则你怎么会这么正呢？哎，奇妈真的是个不错的女人啊，是不是？对，而且如果我们两个交往的话，哇，就是一句成语了。什么什么？古道热肠。
已经30年没交男朋友了吧？真的，我3年没交女朋友了。你单身3年？对，也快满出来了。你快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要满？不可能满满的爱啊！不可能中年人的歌吧？浪漫的心啊！我的爱溢出来，爱溢出来，对对对。哎，琪琪叫爸爸。哎，叫爸爸。太快了吧！乖女儿，立刻就乖女儿。你不是说要去厚德路吗？走走走。什么？我跟你讲，我没办法带你去厚德路，我只能说阿姨喜德路。一连串。哎，你今天把所有毕生所学的没了吧？没了吧？差不多了。你知道我喝酒的话会找谁去牵车吗？找谁？找你。为什么？因为你是我的代驾新娘。小中撩妹攻势不断，起码 hold 得住吗？我起码条件，弹吉他会，我们都知道，但是按摩你会吗？哇，按摩 ，Magic Finger， 没错，斯巴拉西，哇，按摩的地方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哎，哪里哪里，我不知道你会按哪里呢？对对对，就是起码要求哪里我就按哪里。要求啊，要求呢？起码现在希望他帮你按哪里？哎，最好是肩颈，越上面越好。哦，越上面一点，就是天灵盖会酸。我跟你讲，我比较喜欢油压。哎呦，油压，油压，油起来！哇，这是什么啊？哇，如意啊！而且小钟哥喜欢皮肤白皙的，对不对？啊，对，我喜欢白皮肤白的女生。我很白，我比琪琪很白。对。哎呦，好像真的有一套。最尴尬的是琪琪啊！你现在在擦手干什么？手太干了。最近天气有点干。不要多久。手太干了啦！我手太干，他怕刮伤你啦。先擦一擦。而且，什么打雪佛兰？好，来来来，行吗？来来来，我跟你讲，这手部的按摩很重要。还有啊，手部要这样。哇！什么巧克力？十指接触，起码有少女脚哎。对啊，对呀。你看公分姐会不会喷出来？然后还要这样，这个这招啊，十指交扣。哇，满清十大酷刑。喂，起码的眼中真的有爱意耶。起码这两块是红的，有粉红泡泡。哦，他的手好细啊，真香！哎，现在有突发状况了，怎么？突然间，琪妈偏头痛，偏头痛啊，偏头痛。哦，这边，好了没？还有，突然间，双宝妈也偏头痛，头痛哦，去吃药啊。差别在于，差别不大的。你当我是 doctor 吗？头痛去找 doctor 吗？找 doctor。OK， 突发状况又来了，又来了，这么多啊！起妈逛街穿高跟鞋，脚酸了。哇，脚好酸，最酸的那一种。脚酸不是脚底。你手到底多干？脚酸是吧？哦，这边这边。哎，其实起妈的，我跟你讲，起妈的话，我刚按摩的话，其实很轻松，因为腿很短。我想摸他两下就已经按完了，而且所以有了180了，你要从这边，哇，你整个手都已经没力。这边你看，对，结束。是不是？你要是小钟哥念的是乳液用的不用太多，可以用很久。节省啊！会喜欢小的了吧？嗯，反正我180喜欢小只的。是，你看这多省力啊！讲真的，他手感如何？啊，他手好细啊！真的假？你真的会转行没？李工厂，你可以转行了啦！先把你的眼睛戳瞎。哦，这个是真的不错，哎，是。这接把，你洗脸水给退呀！阿东美，这有肌肉，这没办法，被赞美了。那你为什么第二次就不想结婚？我不想，因为他妈妈，你阿妈，我妈妈说哈，你的命哦，就是不要再结婚了啦，就伴侣了。对不对？他说你第一次婚姻不好，就不要再结婚了。他说我的面相说这边比较窄一点，所以婚姻比较不好。夫妻宫，所以可以到顶。哦，可以五到顶。到顶。你有渐渐的害怕哦，有点后退的感觉。两位嘞，因为两位也是已婚人士嘛，你们对二次婚姻的看法，或是你周边的人有没有这个第二次婚姻的？哦，其实我觉得。二次婚姻基本上会对婚姻有一个憧憬，你才会再去做这件事情。
那只是说我如果单就看齐妈跟钟哥的话，他们现在想要求的我觉得是心灵上的伴侣。对，那这个比较难找得到，因为你要又要有共同兴趣，然后可以一起聊天，然后可以过一辈子。对嘛，肉体上比较简单嘛，对不对？肉体太简单了啦，肉体太简单了。对，可是心灵上的我觉得如果遇到就会觉得哇，那真的是很难得的机会，是不是？心灵上 要弄很久才知道你的心，我要弄很久。对啊，小钟哥肉体上比较简单，对不对？肉体上约喝了吧，约喝了哈。而且钟哥其实对择偶条件，我觉得也蛮高的，严格，也还好啦，还好啦。我都来了，你觉得很高吗？齐妈也很好啦，齐妈很棒，你干嘛？以前宝妈，现在齐妈。哇，你跟妈字辈的，你走不出这个妈圈。我觉得那个听说好，明年可能就是娇兰阿妈了。你怎么那样啦？后年就素珠阿姨。哇，长辈缘嘛，长辈缘超好。娃娃舞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现在到了最后抉择了，好不好？这两位请背对背。哦，我们背背对背。分手擂台了。如果可以进一步交往的话，请在倒数三秒之后请转身。如果觉得这事情还是不能勉强的话，请待在原地。是三二一。我还有通告，我先走。齐妈，我们两个开个节目好。而且我刚刚数到二，他就已经跑过来了。他想说，哇，他背怎么空了？是不是不要我了？真的，齐妈，你真的比黄东威好笑。好笑。好了，这再次证明一件事情：爱情不分年龄啊，爱情来就勇敢追求。其实刚刚钟哥讲了一句超对的，对不对？对。你刚说，只有该结婚的爱情，没有该结婚的年龄。真的，祝福大家都幸福哦！今天谢谢大家的分享，喜欢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在哪里看到呢？欢迎追踪订阅听妈妈的话的粉丝专页官方 IG 还有 YT 频道，谢谢，我们下次见，拜拜。